这议会中心呢，对面就是那个和凯旋门似的一个楼啊，不太远。要不是我这个时间仓促啊，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买地铁票，因为这个本来就不大的地方，你再坐地铁的话，你就啥也没看着了。但是由于我的时间太赶了，而且他那我住的那个酒店和那个原子塔是正好对着，斜对着，所以说去哪儿都比较不方便，然后没办法买这张地铁票。这边的楼都非常的新。